是，就是要唱歌。给他戴上帽子，然后给他打了。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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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咱就走。然后各自各自，然后咱就到那边书院来取帽子，上个帽子。把帽子他扔了，然后你把这个。啊，就是快速过生日那种感觉。OK， 不要说他自己心里。他的意思是让我表达对他的不满。OK， 我